兄弟们，大事不好了。今天蛋仔岛来了位扶桑武士，把黄金大佬都气疯了。我听闻蛋仔岛能赢备注，怎么一个能打的都没有？我来。八嘎蛋这么狂，让我黄金大佬来会会你。好家伙，两位大佬那是二话不说就决斗了起来。不过最终还是黄金大佬技高一筹，赢了这位扶桑武士啊。黄金大佬牛，保安拉拉队上。大盘新进客，小蓝新进客。大盘新进客，小蓝新进客。太好了，这位勇士，你打败了我，你们蛋仔岛就有能力帮助我解决家族危机。只要能击败大影怪，你们就能获得我们武士家族的勇气，还有十万蛋币的赏金。帮你们击败怪物，还有十万蛋币赏金？给我！哼，不稀罕，爱谁干谁干。我走了，拜拜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哎呦我的妈！好家伙，不愧是大佬，啥也看不上啊。不过啊，我稀罕啊。兄弟们，支持浪哥接下这个任务的，一人点个赞，让我看看有多少人在支持我。Later， 到了，看来他们家家族武士已经准备就绪了。我们也拿上刀，看这刀上闪烁着雷霆，一看就不是凡品。可以可以。すごい。远处好像来东西了，是大海怪来了。好丑陋的怪物，不过这怪物除了丑了一点，看起来也没有多厉害啊。来吧，音乐起，看狼狗我一刀斩了他，收拾吧。哎呦我的妈！看你的了，家族武士，冲啊！去你丫的！可恶，我不会让你白白牺牲的。接下来就看我的了，冲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不是我方不努力，只是敌人太强劲啊！你别笑，兄弟，你一路走好，等日后啊，我再给你报仇吧。等等，我还没挂呢。我去，这都吐黑血了还没挂，这么顽强的吗？听我说完，在杂物间有个密室，找到通灵卷轴，我们就能打败他。通灵卷轴，好好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在你完全嘎之前回来。哎呦，这进杂物间还得要钥匙，我这也没有啊。喂，你嘎了没？没嘎的话，告诉我钥匙在哪儿啊？在大树旁边。还真有，走去杂物间。找到密道了，不过这咋还有个小地鼠啊？鼠鼠饿了，要吃东西。我去，打不过大眼怪就算了，我还打不过你这个小地鼠。冲啊！不就是吃嘛，刚好我也饿了。西红柿、鸡蛋、盐，食材备齐，去厨房做一下。OK， 全都做好了。不过啊，这好不好吃就不关我的事了啊。喏，给你饭。溜了。哦，终于是过去了。前面就是卷轴了，得加快速度了，不然啊，武士真要嘎了。好嘞，终于拿到你了，地龙卷轴。走走走，赶紧拿给武士啊。来了来了，给你卷轴，剩下的就看你的了。好，交给我吧，地龙斩。吹屎吧，大眼怪。Nice， 赢了。谢谢你的帮助，烂勇士，你以后就是我们家族的贵客。那个蛋币您看。这期任务是我们家族一个大招击败的怪物，所以您只获得了我们的友谊。